你帮我那么多忙，还帮我实现那么多愿望，你真的是我小叮当哎！永安，我一定会尽快筹到那200万。你赶快离开魏王蛋，冠军哥带你回家。你不会跟林冠军一起走掉的。我总不能在自己需要别人的时候要别人帮助我，我自己不需要就一走了之吧。反正我不能在这时候离开他啦。是不是舍不得啊？每周六晚上10点，三立都会台《金娜花的华丽冒险》。